就是美国这边发的食品，有一个西瓜，但是它这个西瓜有点坑坑了，这个是坏的吗？不知道吧，好像它这个表面有点塌陷了啊，这个回去就把它切开吧，这个对吧，看好像不太平了，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表面有点塌陷啊，有点小坑坑的感觉。西瓜、大米，这种米应该是所说的富强米啊，它在里边加了一些所说的这个什么微量元素啊，它这个日期是到2023年的9月22号，对吧？ Extra 长粒儿，907克，2磅啊，1磅是9两。然后还有一些梨，最近发了好多梨啊，这叫什么梨啊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圆葱，还有西芹，然后还有这个油，炒菜的这个油，这种植物油，蔬菜油对吧？Vegetable oil， 蔬菜油 ，a cholesterol-free food， 不含胆固醇。啊，蔬菜油，它这个是多少啊？1.42公升，1.42L 代表公升，对吧？1.42升，然后日期是到2023年的3月23号。还有，2023年2年吗？1年多，对吧？然后还有这个西芹。西芹发的比较多，西芹发了，哎呀，西芹最近我都没吃，有点懒得吃啊，得吃了啊。这个米是发了2包啊，这个米是发了2包，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梨啥的就不拿了啊，梨、圆葱、西芹、大米、油、西瓜，然后这边还有草莓，这个草莓瞅着还挺新鲜是吧？454克，1磅重。啊，成盒的草莓，这个回去就，反正今天就把草莓吃了吧。应该加州生产的，应该是。草莓，它这个写的什么呀？西班牙语吧 ，organic 有机，草莓 ，USDA 美国农业部有机。然后还有鸡蛋，鸡蛋是一大盒是18个对吧？18个大白鸡蛋，白色的鸡蛋。然后它这个日期是到11月6号啊，也很新鲜，对吧？所以还感谢啊，鸡蛋、油、西芹、草莓、大米、西瓜啊，然后里边是这个梨还有圆葱，对吧？啊，感谢啊，简单记录一下，感谢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感谢。瞬间被放到车筐里了，衣服也放在边上塞上了，有点热了。鸡蛋和这个圆葱放在这个自行车，绑在这个自行车这个鞋梁上了。这个鞋梁设计的不错，正好有这么一个平面啊。我记得在国内骑那个自行车那个弯梁没有这个平面啊，这个平面还不错。用这个两个行李绳这么一捆啊，呵呵，推着走吧，还行啊。这个自行车还是挺方便的啊。好了，再见，走了，这个头盔就直接挂在这个双肩背的把上了啊，这样挂着走吧，因为要推着走嘛，用不上骑了。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